何言心净？一心甚故啊！如水清珠，能清浊水；又诸染法，各自有相，唯有不信，自相混浊。这个心是妄心，妄心怎么来的？不信嘛，信是真心，不信是怀疑，怀疑是妄心。这一句话你要听懂了，你的受用可观呐。啊，信是真的，不信是假的。啊，我们面对这一切万法，佛告诉我们，这是幻象、假象。现代量子力学家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就是念头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那甚至于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，物质纯粹是假的。啊，它是从哪来的？怎么来的？它是从念头，念头，在高频率产生的幻象。这频率多高我们无法想象，弥勒菩萨告诉我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这一弹指32亿，单位是百千，百千是十万的，100000的，10000的，啊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，320兆，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？有人告诉我，可以弹7次。我相信年轻人体力好的他弹得快，一秒钟弹7次。那320兆再乘7，2240兆，一秒钟。一秒钟它的频率是2240兆次波动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今天我们看电视，面对电视的画面，电视画面一秒钟，跳动多少次？前念灭了，后念生了，多少次？100次啊。我们看到以为是真的了，很逼真呐！啊，从前黑白电视50次，那年岁大一点的人还记得过去小时候看电影，电影荧幕上多少次？一秒钟24次，动画片嘛。整个宇宙是个动画片啊，它动得太速度太高了，一秒钟2240兆次，不是万，不是亿，是40兆，2240兆。我们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的，身体接触的，假象啊，哪一个像是你？
不要说说这个相，想这个相，相就没有了，不在了。如果每一个相都是你，那这个我就无量无边了，想不通啊。这是事实真相，我们要认识，认识是事实真相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他不爱死啊，真不妨碍妄，妄也不妨碍真。能生的自信，不妨碍所心的生的现象。所生的现象也不妨碍自信。只要你不执着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天下太平。执着就错了。不执着，你的心是清净的。执着，心就变成染污，就不清净的。分别就不平等了。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成佛了。大乘教上告诉我们，于一切法不执着，这沙罗汉，他得清净心、真心，他不是妄心了，清净心。那么再进一步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心不起，没有分别。这个人叫菩萨，平等心得到了。平等比清净高，清净是不染污，平等是不分别，不动摇。最后一个起心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成佛了，那是达到圆满的清净平等。清净平等圆满了，自信完全彰显了，叫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佛教教育就叫这个，终极的目标是叫你回归自信，回归究竟圆满的自信，成佛。回归了，还没有究竟，没有圆满，叫法身菩萨，诸十报土。佛现十报土，来帮助这些菩萨，成就这些菩萨，全是在办学，全是教育。阿弥陀佛办的极乐世界，办得很成功，度了无量无数的人，十方诸佛都赞叹，都佩服他。佛也度众生。佛度不了有麻烦的，业障很重的，通通都叫他到极乐世界去。阿弥陀佛的环境好，虽然有四徒，四徒都是发心徒，这个在十方刹土也只有这一家，没有第二家。阿弥陀佛都接受，因为是发心土，发心无穷大，所以发心土没有边际。不像阿赖耶所变的法相，法相有限制，有局限，有大小。这个星球就是这么大。
住在星球上这些众生业力变现的。啊，心量大的住大星球，心量小的住小星球。啊，地球在太空算是小星球。啊，它不是最小，比地球小的很多。啊，空中这些物质现象有小星球，啊，直径几百公尺的有这么小的，那都是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，全是假的。只有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相信这事实真相，不再放在心上，那就没事。啊，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真心。只要有一无，都是妄心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告诉过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啊，法是佛法，佛法也不放在心上。佛法是自性本有的，放在心上错了，头上暗土。啊，是法要舍，佛法也要舍，不舍都是病，舍了之后完全恢复健康。